2022赛季中超联赛的比赛直播，中超联赛第31轮的一场比赛。不叫主教练，别人找一个。左脚开起来，中路蹭到远点投球，1-0，十分钟，王秋明进球了，石岩进球了。这个球呢是角球开出之后前点后蹭到后点一个空门，石岩把握住机会，1-0领先。这个漏人的情况再来看一下，开出来没问题，没有越位。哎呀，这后点防守在干什么呢？这完全漏掉了石岩啊，让石岩轻松的顶了一空门。后点有机会，头球再顶，二点下来，肩膀停住，凌空再射，赵英杰。这个球呢，好像还有个轻微的折射。梅里达开起来，这次中路落点，后点还有机会，再摆渡形成了吊门，来自石岩。石岩之前进了一个，这次头球又险些梅开二度。看看角球站，左脚开起来，中路安杜哈尔，第一点没顶着，二点下来，还有梅里达，能不能传个反向？赵云杰再搓起来，还有机会冲顶，2-0，谢维军从后排插上来之后，高高跃起，把球顶进大门，来了一个打高尔夫庆祝，这个球头球顶在了球门立柱上，弹进大门，2-0。好球，打了一道攻，这门将曹乔伊在往中路改，能不能转身过去？福布斯自己带到了禁区里边，左脚射门了。应该金门虎的教练组应该对这个防守不太满意啊，没有人去限制。这个球没开好，往中路给贝里奇，好像没越位，左脚射门，门将把球扑出了底线。刚才应该是防线上有一个队员拖在最后，应该是42号李达。梅里达看左侧，看到了转到罗萨的脚下，罗萨接球，杨子豪套边给过来，左脚看传中的质量，中路跟进投球，哇，这球顶偏了。有一些主观的判断也需要助理裁判。这球又复明犹豫一下没吹，罗萨内切，罗萨转，好的，看到空当了，杨子豪左脚传中到后点，这一次的头球，这是球被扑了一下还是进了，前一秒的进球，大腿上了，咱门将高翔大腿上了，把力量给卸下来了，只要砸膝盖上还能弹出去，这颗正好砸大腿上，用他上一场连替补门将都，先看这球，贝里奇走外线再传，好机会，4-0吧。罗萨打空门打偏了，梅里达给身后打过来了，杨子豪左脚直接传，贝里奇打门，贝里奇在干什么？还有机会，左脚再传，啊，防守队员挡了一下。这样的话没时间了，这样的话主裁判傅明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，最终天津金门虎呢是3-0。